对战 Fnatic 以前的话，时间其实有点久远，但是在我的印象里面，其实可能就是，前面可能就是有输有赢嘛，但是到最后的话，就是我还是基本都赢下来。然后这次也是在成都，然后觉得现场也观众也比较热情，然后希望能把自己状态调整好，然后赢到后面。I'm very hyped playing against top esports. It will be a challenge, but not impossible. I have a lot of respect for their jungler Tian.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 what he can do. Good luck and don't underestimate us top esports. 对于 Fnatic 来说的话，就是虽然很欣赏你们，但是这次在我们的主场，我们还是会赢下你们。考量到阵型，我觉得一定是悟空比较好。但如果考量到有可能要面对换线的情况，我觉得悟空就不是那么的优秀了。对，他太需要吃荆棘了。相对来说，威尔哥会比较好发挥一点，而且我觉得这也是天比较自信的一个角色。最后 Humanoid 选择拿勒布朗、勒布朗。我以为以他的个性，应该会拿像赫威这种角色出来当战装法师推线，但他选择拿了一个也蛮激进的选择啊。对，但这有点意外哦，因为其实在这个版本我们都有看到很多的不管是解析还是评论什么的，其实都有谈到一点，就是这版本中路为什么会很多的大和，就是因为在换线的过程中，你的中路基本上是不会受到太多的危险，你最多可能就是第一波你有可能被上路或者是大 F 做夹击。真的是在演的，奥斯克来上路就是为了骗你。对，那最后是四个人集结，但是369其实是往下走的。哦，复刻了，复刻了，放眼睛在外面抓到对方，没有人要走，而且眼睛被点掉了。而且369也是有提早在上面放眼来确认对方有没有在上路，所以他现在直接走下来了。一等下路5-5的话，看一下先吃六鸟，巨斧毁灭。这里369选择直接点 W， 另外一边走上来，但是奥斯克状态已经不是很好了。369上面也被挂了一个点来，两边上路兑换状态，但是亚飞溜手比较长哦 ，Razzle 选择直接顶上去了。Miko 也按了自己的治愈，另外一边交闪的是 June 往后走 ，Humanoid 这时候来了 ，Noah 也按了自己的治愈，两边互换召唤师技能，但没有人倒地。另外一边欢愉回瓜，但 Cream 的伤害也不够，赛恩剩下不到100滴，但是最后滔博是守住他们的下半野区了，他要直接来打对方的召唤师技能嘛，因为是没有治愈而已哦，还在卡位置，但只有一等哦，这边有两等的是 Noah。Q 上去打了一个 Miko 闪现之后，三重爪击 ，Jacky Love 被挑飞，但是 Razzle 也只能交闪往后走，差一点被换掉。中路对线 CS 目前是几乎持平的，上路赛恩其实也没有舒适，但赵信来了，中野联动 ，Humanoid 先来到六等，把 Cream 给打残之后举了 W， 但小天没有选择出手，只能往后走了。另外一边上路369生气了。上六之后选择直接交大绝，奥斯卡也撞了自己的大绝，但卡桑蒂持续作战力还是比较强哦。Q 三击飞回来之后，看起来奥斯卡要直接被单杀吗？没有，是将闪现往后走。369想来做最后的反杀，但是 Q 没打到，紧守脚步想再杀，但是人头还交到了 Humanoid 身上，首杀是 Fnatic 的。哦，本来看起来是一个死局的哦，下路也下路直接起点被打退了，而且这个点来挂上去又治愈区补的伤害。非常有限 ，Nova 剩100滴而已。哎、欸，这就是露西娜米利用兵线的优势。我可以看到他们在有堆积兵线的情况下，亚非利用路其实很难去起到我们常看到这种对线上面的消耗。哦、在变小动物，变小动物了。第两个，但锋芒贯穿有打到，最后还是有换到，不过就拿了一个 double kill， 导致他们没有做到实际上的换区嘛？因为本来可能是换区完之后赵信给下半区压力，但上半部阿斯尔开车走掉了。红刀大绝想吸一口，但最后 Jacky Love 一走了，导致 Nova 没吸到血。那这样亚非利又基本上是半残了，所以中野直接来帮忙抓到小天链子，先打闪之后 Humanoid 交大绝，闪现再链，交第二段的链子，闪现上去来大绝做化开，但是 Jacky Love 回头也把 Nova 给换掉之后，自己也被 Humanoid 给换掉。以目前一等，应该说有点是一等导致那个结果。来了，一闪，一闪到 June。水球炮到之后 ，shutdown 是给到陆先生身上，这样是非常快的。我刚刚那一波 Fnatic 下半部打完之后，其实是直接做了一个掉线，想把双线调来中路来确保中双人线的发育。但这里滔博是马上规划了一波对于中路的进攻，抓上路 W 直接打闪，下半部 Humanoid 清没清到，但 Humanoid 的练两段也都没练到，只有点草的眼睛，但是有一个粉眼，所以先踢过来的反而是369卡桑蒂，而且是一个包甲的位置哦。两个虫都拿到，但 Razzle 这边画了自己的群友武装，先抓的是谁？先抓的是小天，小天可能要被秒了。带水球一直抛到两个，让小天顺势变身，变成赵信之后回头三重爪击，这里再冲上去变身，
反而是变成赛恩之后回头让路仙又拿了一个 double kill， 第三个靠 Humanoid 了。但 Tombo 这里已经有一个很明显的优势，就是 Jackie Love 这里有清到踏上来的 Humanoid， 但这里幻影锁链是把大绝给逼了出来，后面已经有人了。赵信就在蹲上来之后，恶意印记配上 Rattle 直接一上来，但是中塔做了一个交换，是 Tombo 手上了。那看起来 Fnatic 也知道要围绕着 Humanoid 这个路线去打优势，但是带来的代价就是亚非利欧现在几乎没有什么发育环境了。现在 CS 的落差126-79啊，以及赵信这里就是赵信现在有勒布朗把一条边线处理完之后，他们再过来做中路做夹击才会有机会哦。那现在是下路爆了，靠中路 Humanoid 跟 Razor 来一波联动，先抓369，但 TB 来帮忙，这是 Queen 的 TB， 阿里来了。支援一下，但是那边塞也踢了 ，Oscar 也踢下来了，不给对方走。三六九选择交鬼步，先走位扭掉，因为无双化开之后直接开撞。但三六九 W 的位置是往自己的塔下，最后被 Humanoid 一个恶意技给带走。但上半部是小天带着预示者把上塔给撞掉了。对，那这里应该配合路线纳米直接再转上去压上路的二塔会比较好哦。对，滔博在镜像的另外一个边线还是在转东西啊。但可以有练到死，他上来跟闪现 Humanoid 直接 solo kill 了，502是 Fnatic 现在的最后救世主了。他上来 Humanoid 被水球给泡到，露露给了一个救急电话大绝，保住了 Humanoid。但小天的 W 也没中，自己可能要在原地被留住，甩了一个闪现的虚月无双 ，Razor 把人给秀掉了。而且上被挂了一个露露的盾之后 ，Jackman 回头，但是有塞恩的 Q。把人给劝退之后，也交了一个闪现往后走，接不住，他没办法，他那颗球没办法接，也去对到了369，把人给推回来啊，推走，想把 Dresser 给留住，但自己反而被月影重炮给定住。Q 3想捞，但只捞到一个露露，另外一边大绝救急电话加一个海浪的效果，回头是吃了满套的吃色屠戮，反而杀手自己把自己给卖掉了，而且闪现过来的 Humanoid 想抽纳米有抽掉，但 Creamy TP 下来，反而交了自己的飞仙之后，回头想来换，但是三重爪击。还是把飞线的第三段给交出去，但 Humanoid 的这个 shutdown 给出去反而很亏哦，两枪点下去之后是又是 Jackie Love， 完蛋！为了收这个纳米头，把 shutdown 给到陆先身上哦，而且他是交闪去移形顺影的，又想再抓人进野区压缩对方的位置，再捞到人，赵信推回来可能要被留住了，刷巡夜无双时间点有点晚了，被小天一个大绝下去直接斩掉之后 ，Oscar 进去也跟着被卖了，上野突然倒地。他没伤害了，再来看一下这一波 Razor， 对吧？就是你只要被路线纳米逼迫打这边战场，就会看到只要路线把大绝开好，纳米的大绝开好，基本上你的前排是完全顶不上来的、哦。就现在的经济差已经大到路线纳米不太需要像我们在赛前讲到，你需要去打那种比较偏向是侧切或者绕后找对方后排上中下、啊，准备要同时都带进去了。对，上路高地已经在推了 ，Humanoid 想抽 Cream， 可能要被抽掉了。幻影锁链还交了一个杀掉王闪 ，Humanoid 甚至没暗闪，那上路阻止掉对方的推进，然后 Oscar 选择直接正面来开闪现响顶三重爪，那 Jackman 也交了一个闪现往后走，人被留住吗？神石补了一口血，但是赛恩留不住 ，Rascal 想先留小天吗？闪现的三重爪击打没口，但是 Jackie Love 还在，而且侧边369来了，开山劈路响顶，先打了一个 Nova 的闪现，但是正面的 Joe 露露被留住了，而且 Humanoid 根本还没来，反而是另外一边。变成赵信的小天反而把人给修了，再变成勒布朗回头扛塔，小天可能也要被换掉。不足以直接把后排。但右下角又打了起来，又打起来。先刷巡夜无双，露露的大绝已经给到赵信身上，另外被 Cream 来了，但清跟 Q 都空，但是回头的幻影回光反而把亚非六给秒了。这边看一下战场，卡桑蒂拿了一个三连杀。Jackie Love 还没有倒啊，已经有点孤掌难鸣的味道出来了。Jackie Love 已经回去点他们的第三个兵营了，重金快速到之后 Q 被 Humanoid 已经算你踏掉之后，再一个 Q 还是被小天给处决掉，这把比赛要画下句点了。真的没有什么办法，基本上在团战里面唯一能够威胁到路线的只有勒布朗，但可以看到其实在站位的选择上面，就是 Jackie Love 是很小心，基本上是没有露出任何的破绽给到对方的、哦。现在是四件半装的路线，这把比赛非常乱战式的滔博取下1-0。